烟酒税法修正日期民国99年9月1日 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 Aaron 7986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法规定之烟酒不论在国内产制或自国外进口应依本法规定征收烟酒税第二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产制包括制造分装等有关行为二烟指全部或部分以烟草或其代用品作为原料制成可供吸用嚼用含用闻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制成品其分类如下一制烟指将烟草切丝调理后以卷烟纸卷制加接或不接滤嘴之烟品二烟丝指将烟草切丝经调制后可供吸用之烟品三雪茄指将雪茄种烟草调理后以填充叶味蕊中包叶包裹再以外包叶卷包成长条状之烟品或以雪茄种烟叶为主要原料制成烟气中具有明显雪茄香气之非叶卷雪茄烟四其他烟品指纸烟烟丝雪茄以外之烟品三酒指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计算超过 0.5% 之饮料其他可供制造或调制上项饮料之未变性酒精及其他制品但不包括烟酒管理法第四条第一项锁定不以酒类管理之酒类制剂其分类如下一酿造酒类指以粮谷类水果类及其他含淀粉或糖分之农产品为原料经糖化或不经糖化酿制之下列含酒精饮料一啤酒指以麦芽啤酒花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谷类或淀粉为副原料经糖化发酵制成之含碳酸气酒精饮料可添加或不添加植物性辅料二其他酿造酒指啤酒以外之酿造酒类包括各种水果酿造酒粮谷类酿造酒蜂蜜酿造酒及其他经酿造方法制成之酒类二蒸馏酒类指以粮谷类水果类及其他含淀粉或糖分之农产品为原料经糖化或不经糖化发酵后再经蒸馏而得之含酒精饮料三再制酒类指以酒精蒸馏酒或酿造酒为基酒加入动植物性辅料药材矿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调制而成之酒精饮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于 2% 者四料理酒指下列专供烹调用之酒一一般料理酒以谷类或其他含淀粉之植物性原料经糖化后加入酒精制的产品为基酒或直接以酿造酒蒸馏酒酒精为基酒加入 0.5% 以上之盐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调味料调制而成供烹调用之酒所称加入 0.5% 以上之盐指每100毫升料理酒含 0.5 公克以上之盐二料理米酒指以米类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调和或不调和食用酒精而制成之酒其成品酒之酒精成分以容量计算不得超过 20% 且包装标示专供烹调用酒之字样者五其他酒类指前四目以外之酒类包括粉末酒胶状酒含酒香精及其他未列明之酒类六酒精凡含酒精成分以容量计算超过 90% 之未变性酒精四酒精成分指摄氏减温器20度时原容量中含有乙醇之容量百分比第三条烟酒税于烟酒出厂或进口时征收之烟酒有下列情形之一视为出厂一在厂内供消费者二在厂内加工为非应税产品者三在厂内因依法强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而移转他人持有者四产制厂商申请注销登记时之库存烟酒五未税移运至加工包装场所或存储未税仓库及厂内有遇火焚毁或落水沉没及其他人力不可抵抗灾害以外之情势致短少者第四条烟酒税之纳税义务人如下一国内产制之烟酒未产制厂商二委托代制之烟酒未受托之产制厂商三国外进口之烟酒未收货人
提货单或货物持有人。四、法院及其他机关拍卖尚未完税之烟酒，未拍定人。五、免税烟酒因转让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税规定者，未转让或移作他用之人或货物持有人。前项第二款，委托代制之烟酒，委托厂商未产制应税烟酒之厂商者，得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以委托厂商未纳税义务人。第五条，烟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征烟酒税：一、用作产制另一应税烟酒者；二、运销国外者；三、参加展览，于展览完毕原件复运回厂或出口者；四、旅客自国外随身携带之自用烟酒或条案船员携带自用烟酒，未超过政府规定之限量者。第六条，以纳烟酒税之烟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退还原纳烟酒税：一、运销国外者；二、用作制造外销物品之原料者；三、滞销退厂整理或加工未应税烟酒者；四、因故变损或品质不合政府规定标准经销毁者；五、产制或进口厂商于运送或存储烟酒之过程中，遇火焚毁或落水沉没及其他人力不可抵抗之灾害，以致物体消灭者。烟酒税法修正日期：民国99年9月1日。MP3 录制者：露天拍卖。Aaron 7986。第二章：课税项目及税额。第七条：烟之课税项目及应征税额如下：一、纸烟，每千支征收新台币590元；二、烟丝，每公斤征收新台币590元；三、雪茄，每公斤征收新台币590元；四、其他烟品，每公斤征收新台币590元。第八条，酒之课税项目及应征税额如下：一、酿造酒类；一、啤酒，每公升征收新台币26元；二、其他酿造酒，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征收新台币7元；二、蒸馏酒类，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征收新台币2.5元；三、再制酒类，酒精成分以容量计算超过20%者，每公升征收新台币185元；酒精成分以容量计算在20%以下者，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征收新台币7元；四、料理酒，每公升征收新台币9元；五、其他酒类，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征收新台币7元；六、酒精，每公升征收新台币15元。烟酒税法